发生冲突。你是什么人呢？公主，在下欧阳克，是金国太子杨康叫我来的。金国太子，是不是你们抓了我哥哥？公主，你真聪明。霍征，霍征，哥哥，霍征，哥哥，霍征，霍征，霍征，哥哥。行，既然公主已经开了口，我们没有理由不照办的，小青石啊。哎，对了，不知道公主肯不肯帮我一个忙呢？你要我帮什么忙啊？很容易嘛，只要你把这包东西放在洪七公的酒里就行了。你们想？如果你照办的话，明天一早，拖累就会平安无事地回到你的身边来了。不行啊，我不能害郭靖的师父的。那好吧，我一向最不喜欢勉强别人。明天一早，你就会收到拖累的尸体。站住！怎么，想清楚了没有？洪七公他跟你非亲非故，难道你真不顾你哥哥的性命？你不要想那么多了，就照着我的话去做吧。对了，我老实的告诉你，我们会放消息出去，引他到望江楼，希望在他出发之前，你能够办妥这件事儿。华筝，你到哪儿去了？没有，我觉得有点闷，出去走走罢了。你的脸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啊？是吗？不是啊。对了，你师父呢？哦，我师父出去找酒喝去了。不过我知道他是瞎说，他出去的目的是为了探听你哥哥的消息。你怎么知道？他这个人呢，装得糊里糊涂的，其实很精明呢，而且心肠也非常好。你对他真好啊。他对我更好，他救过我的命，还教我降龙十八掌。阿静，如果将来我做出对不起你的事，你会不会原谅我？什么事？你先回答我。乱讲，你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呢？阿静，阿静，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华筝，出了什么事啊？我你说呀，你说嘛。我没事，我随便问问罢了。不对，你一定有事瞒着我，到底什么事？我没事。你说，华筝，你说。公主，阿静，你们快点跟我进来。霍将军，这么急叫我们进来，到底什么事？我们已经查到了皇子和那黄蓉的下落。真的？他们是被杨康和欧阳克那帮人捉去的。杨康真是恶性不改。对了，拖雷和蓉儿关在什么地方？在望江楼。这张就是望江楼的地形图。霍将军，赤将军，你们觉得该怎么办呢？我认为事不宜迟，今晚我们分兵三路攻进去。
好。七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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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在这儿呢啊！七公，嗯，你回来的正好啊。我们查到是杨康把蓉儿和拓雷关在望江楼的，是吗？是啊，真的。那，你看看这一张呢，就是望江楼的地形图。这么不像样的图，随便找个瞎子也画得出来。洪前辈，这张地形图是我的手下很不容易才弄到手的。哎呀，这么辛苦未必有用啊，要实际些才行啊。济公，哎，不用这么紧张，我呢有个提议。不知道济公有什么好的提议呢？我提议呢，你们呢最好换一个好一点的厨子。洪七公，如果你不想帮我们救皇子，那就算了，你别在这儿瞎捣乱。哎呀，你真是狗咬吕洞宾呢，你以为靠这么张破地图就能救皇子出来吗？你别这么紧张，我问问你啊，望江楼那儿有一间很僻静的厢房，里面住着个神秘人物，他是谁呀？不知道啊，他就是那个快要练到第九重九阴白骨爪的梅超风。所以我告诉你们，连什么人住在里面你们也没查清楚就要去救人，这不是白白的送死吗？那这点你们可以放心，我今天晚上就要把他们俩给救出来。七公啊，你一个人去啊？哎呀呀，我今天晚上要对付的是个一流的高手，我不能带着你们碍手碍脚的，还要照顾你们。不用我们帮忙啊。哎呀，如果要我早就说要了，刚才我就说过了，要你们换一个好点的厨子啊，做点好菜让我吃的饱饱的，有了精神，我一定会把他们两个救出来的。我反对，一个人去太危险了。博将军，既然七公这么有把握，我看不会有问题的。公主，你觉得怎么样？我没意见，你们自己拿主意吧。公主，进来。公主，请你准我跟着一起去。他一个人去，这太危险了，他会死在望江楼的。他死了不要紧，我就怕会打草惊蛇，连累到皇子啊。不错，他一定会死在望江楼。其实他们早就知道他会去，而且早有埋伏。公主，你怎么知道？我刚才见过欧阳克。你见过他？他找你有什么事啊？他叫我把这包东西放在洪七公的酒里面，那他马上放了哥哥。有这样的事？那为什么你不早点告诉我？你也同意吗？为了救皇子，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可是我怎么能害阿庆最尊敬的人呢？那难道你就不考虑皇子的性命了？公主，要是你下不了手的话，让我来。你希望欧阳克他们遵守诺言。
恭喜师父，你已经练成第九重九阴白骨爪了。老贼，你未完成的遗志，我终于达到了。你们快点恭喜师父，他已经大功告成了。恭喜前辈。行了，对了，你上次说要引洪七公来这儿，这件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师父，如果没估计错的话，他今天晚上就会来，而且他来的时候已经身中剧毒了。你敢肯定吗？那么华筝他会帮你吗？我刚才去见过他，他已经答应我在洪七公临出门口之前给他下毒。嗯，想当年我师父因为打不过洪七公，这事一直耿耿于怀。哼，要是这次我能打败他，师父一定很高兴。对了，师妹现在怎么样？师父请放心，黄姑娘现在正在屋里休息呢，我已经派了人好好的服侍她了。不行，为了安全起见，还是把师妹送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才行啊。啊，为什么？哼，因为洪七公是一流绝顶高手，他一出现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哼，可惜他来的时候已经身中剧毒了。这没用，当年梅花五毒不是也用十种大毒来害他，照样被他的内功顶出来。哼，梅花五毒哪能够跟我们白驼山的剧毒相比呢？欧阳克，你正是见识太少了。前辈，要是你害怕呢，就让我欧阳克单枪匹马的去对付他。你欧阳克，凭你的武功不配跟洪七公交手。你，哎，两位不必吵了，师父说的也有点道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沙通天，在。你马上和彭寨主还有灵智上人秘密把黄蓉和拖雷送到我那清溪别院暂时安顿。知道了，小王爷。哎呀，真香啊！哎呀，今天晚上的菜可真是不一般呐！嗯，七公，我敬你一杯，祝你马到成功。哎，别客气，我整壶喝就行了。七公，七公，别再喝了。傻孩子，你怕我喝醉了，我打不出那降龙十八掌啊！笑话了。哎，七公。哎呀，你放心吧，我不会喝醉的。那这样吧，总之我保证今天晚上一定把你哥哥救出来，这总行了吧？让七公喝吧。哇，这么香的酒啊，就算明知道有毒啊，我也得喝他个饱。哎呀，七公啊，贵帮弟子求见。哎呀，什么事啊？走吧。七公，嗯，有什么事吗？啊，没什么，啊，时候也差不多了，我们也要走了啊。我们啊，哦，对了，刚才那两个叫花子，他们说打听到了消息，看到灵智上人和彭连谷他们呢，从望江楼的后门偷偷运出两个大木箱子。这，我猜。如果不是贵重的东西，灵智上人和庞连虎呢，是不会亲自押送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儿有两种可能。第一，那些东西可能真是贵重的东西；第二，他们可能已经得到消息，知道我今天晚上要去救托雷和蓉儿，所以呢，就事先把他们两个给运走了。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我们今天晚上分平两路啊。你呢，就和你的蒙古兄弟去拦截灵智上人和彭连虎他们运走的大木箱啊，我就按照原定计划去望江楼救人。哦，给，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嗯啊，哎，蒙古人的酒怎么这么容易上头啊？洪七公大驾光临，真是有失远迎。哎呀，干嘛这么客气呢？找这么多人来欢迎我这个老叫花子，我怎么受得起呀？果然是绝代高手，死到临头还能这么轻松。没抽风？凭你们这么几个就想送我归西，嘿嘿，阎王爷不会收留我的。未必。我是最不喜欢摸女人的了，不过你这老也老了，摸摸也无所谓了啊。嘿嘿，我洪七公虽然中了毒，好像梅超风不是他的对手。不会的，你看下去吧。我没事，你呢？小心。大哥。花正。我没事，金哥哥，他是谁呀？哦，他就是蒙古的华筝公主。华筝公主。哦，我们现在去帮七公吧。不要去啊！他是你什么人？叫你不去就不去。我叫你们不要去，是不想你们送死。
公主，花筝，究竟怎么回事？国君，我对不起你们，是我害了七公。为什么？我为了救大哥，在酒里下了毒。哎呀，洪七公，你不行了，不如自行了断，会死得舒服点。我现在不行了吗？哎呀！哎呀，我刚才喝的那些酒，刚才差点把你一掌打出来呀！好在我全咽回去了。这么好的酒别浪费啊！还在说风凉话。师傅，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七公，师妹，哼，你没资格叫我师妹。好极了，既然你们都来了，那就陪这个老叫花子一块死吧。撤。是我练功的地方，而且四周围都是用厚砖头砌成的，这儿只有一个出口。师父，那我们该怎么办？在这儿等他们，他们早晚总会从这儿出来的。好。花筝，这不关你的事。什么不关他事啊？这么卑鄙的行为，他都干得出来。花筝，不要哭。哥哥，我们蒙古人要做一件事，一定会去做的。怎么学得像个伪君子？这么多过激。你说什么？七公，你怎么样？其实我对你不起。哎呀，我现在又没有死，你们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呢？哎呀，七公，哎呀，你们不要担心。那，你们看看，你们看看，我这个老叫花子，我命硬啊，哎，没那么容易死啊。哎，来，给大家想想办法怎么出去啊。反正我们是跑不掉了，就在这陪您一辈子。还是你这个小丫头懂得说话。你们放心吧，薄将军出去请救兵了。薄将军，那个薄将军呐，根本不能够指望，他一点武功都没有啊。哎呀，哎，他现在啊，大概自己也被人砍成一段一段的喽。哎呦，哎，哎，哎呀，你们这些个年轻人真是没用，到了现在这个时候还要我老人家出马。七公，你不要出去。出去？谁说要出去了？哎呀，静儿静儿，降龙十八掌的亢龙有悔和若龙在渊这两招你还没有学会。来来来来来。
现在教会你啊。七公怎么样？快点打坐，快点打坐。是。嘿，我不许你们这么干。哼，难道你不想杀他们吗？哼，你想这么对付别人我不管，但是我不想你让你伤害我师妹。哦，照你这样说，要我们大家站在这里等。洪七公伤势这么重，我看他也支持不了多久了，那时您不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不行，再拖下去会夜长梦多。好，你尽管把蛇放出来试试。你哎，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小王爷，这再等一会儿，别那么心急嘛。全神贯注，运行一秋天，归于丹田，体内灵柩与灵太虚。化内力为阴柔之境，运走曲池穴为四穴。七公，我全乱了，我学不了。郭靖，这一招若龙在渊，是降龙十八掌里面最难学也是最厉害的一招。你一定要平心静气，任何杂念都没有才能够学得长，知道吗？我知道了。郭靖，你走开！干什么？你们干什么？这下让郭靖一辈子都学不会啊。七公，七公，七公。哎呀，我的嘴里边很淡呐。哎呀，丫头啊，你什么时候做点好东西给我吃啊？啊，我们一出去，蓉儿就煮九大碗给你吃。是啊，这可真是好极了。哎，我想我也没什么希望了。七公，你别这么说。七公，七公，你不是要教郭靖学降龙十八掌吗？哎，就算郭靖他学会了降龙十八掌的心法，但是他的内力修养有限，要是遇上一个梅超风还可以较量一下，但是现在又加上一个欧阳克，郭靖，一会儿一有机会你就马上走，记住，能多救几个就多救几个，不要管我，不要管我，啊！七公，要走就一起走，要死就一起死。你是个傻孩子！哎呀，我这个老叫花子，一辈子最怕的是没得吃，从来都不怕死啊！七公，哎，干什么干什么？记住，你可不能哭，你一哭啊，他就学不成了，知道吗？啊？嗯。哎，乖乖乖乖啊！接着练，接着练。是。小王爷，我有点事儿想跟你说。说吧，你过来一下。
夏王爷，天都快亮了，他们还等什么？敌不动我先动，是兵家大忌。哎，洪七公都受了重伤了，这只落水狗我们一定要打的。他们肚子饿得受不了的时候一定会出来，到那时候，梅超风未必会帮我们呢。他会，他会帮，他只是不让我们伤害黄蓉。哎，没错，这点就是我们的弱点。如果他们想利用黄蓉做工具威胁我们的话，那我们只有投鼠忌器了。但是我答应过师父。哎，夏王爷，大丈夫做事怎么能有妇人之仁呢？那你想怎么样？我只想让小王爷进屋去休息半个时辰，拜美的事情我来办妥。你不可伤害我的师父。你放心吧，我自会想办法，只当他休息一会儿罢了。怎么样，你还不信我？哎，我留在这儿也没意思了。哎，欧阳兄，怎么？好吧，不过你千万记住，他终归是我的师父，你要做得有分寸。知道，你放心吧。梅超风，我们等了一夜了，怎么样嘛？不要着急，洪七公中毒这么深，他一定出来找高手给他打通任督二脉的。到那时，你们可以像抓小鸡一样的挨个抓。是吗？既然那么容易做的事情，没有你，我们不是一样做得了吗？好了。两个时辰之内你不会有事儿，乖乖的坐在这儿，我办完事之后马上给你解药。杨康，哎，你不用叫了，小王爷有事儿出去了，他不在这里。我明白了，是杨康叫你这么干的。杨康，杨康，你出来。来，上。去似天龙云飞若，手似降龙运星辰，脚似飞龙腾万里，拳似浪涛翻四海。静儿，静儿，静儿，你练好了没有？七公，我只能练到三四成。才这么短的时间，你能够练到三四成就很不错了。老实说，你这招降龙十八掌打出去，是靠吓人，不是靠打人。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几个听着，有没有遗言呢？有就赶快说啊！七公，怎么？怎么全都没有啊？好，你们没有，我有。我有两件心事放不下。第一件事，就是我那帮小要饭的。七公，我们不会有事的。哎呀，傻丫头，有没有事我比你清楚。那第二件事呢？第二件事就是这个傻小子喽。你呀，认识的女孩子全都是一些丢满成性的，你说你以后怎么过呀？七公，你放心吧。哎呀，你做事总是拖泥带水的，你说我怎么放心得下呢？七公，这件事包在我身上了。你行不行啊？你那帮小叫花子就交给我吧，他们少一根头发，唯我是问。啊，那第二件呢？
那容易。我以后不刁蛮就是了。七公，我也答应你，以后不乱向郭靖发脾气。哦，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你们俩都这么听话了？啊？难道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了吗？刚才是什么？欧阳克，你少管闲事。静儿，静儿，马上用降龙十八掌打碎那道石门。是。杨康，你三番五次害我们，到底为什么？不要过来。杨康，看在杨大叔杨大婶的份上，我放了你。你放了华筝吧。华筝，降龙十八掌。华筝，你，华筝，公主，公主，公主，你怎么了？公主，华筝，没事。他中了这张有毒，你们快点送他回去，快！快扶华筝回去。是。他中的是九阴白骨爪，剧毒无比。那怎么办呢？我看是没什么希望了。杨康，你也太狠毒了。薄将军，你给我调遣人，一定要抓住杨康。我要把他碎尸万段。是。七公，这事一点办法都没有吗？七公，你想想办法救救华筝吧。有一个人能够救他，不过是谁呢？就是我自己，但是我现在也中了毒，自身难保。难道华筝真是……哎，还有人能够解这种毒？杨康这个毒掌是从梅超风那儿学来的，而梅超风就是黄药师的徒弟，所以能够解这种毒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药师他自己，另一个就是他的女儿黄蓉。